啊，对。我现在还在这儿。这从哪买的？网上。网上谁买的？我买的。上哪个网？嗯，淘宝。是马上11什么什么双十一到了，你提前先进入双十一环节，先搞了一副牌子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花多少钱？800。刚刚安上多长时间？安上不到一个月。不到一个月，使用过它没有？没有，一次都没用过。我一安上之后一直就翻过来放着。那你没有到高速上就展示一下它的威力？没有。这在哪被我们民警挡住了？在镇元街，是由于违停被。执勤民警发现了，我明白了，这算不算阴沟里翻的船？迟早的事儿。拿了驾照多长时间了？拿驾照15年了。15年的老司机，你干这？这确实是，嗯，损失太沉重了。你看，怎么一转身你就捂脸上，啊？一转身就跑，你也觉得不好意思。这下你 AR 驾照这下子要降一格了。知道了。刚开始你买上是不是给周围的朋友还展示了一下？没有。怎么会？肯定有呀。没有没有。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都会展示。你看我这个先进的，你看我坐到车里面，滋儿一摁就换过来了。没有。没有，不会。没有。嗯。周围的朋友没有给你点个赞？没有。没有。嗯。啊？没有。没有。那我先给你点个赞。嗯。